你还要这样喝到什么时候？给我！不要再给我！蕾蕾，听妈的话，不要再这样喝下去了。你看看你自己成的什么样子。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？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？我怎么这么无能啊？我现在都没脸上街了，我的朋友全都离开我了，连张雅都离开我了。 这还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跟爷爷一块死了算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妈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妈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再这样下去你会毁了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你可以先找个工作。找工作。 你怎么不找？您多有能力啊！您帮我安排吧，您安排到哪儿，我就去哪儿，行吗？蕾蕾，妈妈手上就只有这个月的房租了。 如果你再不去工作，咱们下个月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我忘了，您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轮到我这个儿子尽孝道了。行。 小丽，丽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啊，你爸呢？我还上班去了。上班？那你出来干嘛来了？我没什么。这是什么呀？快给妈看看，给妈看看。寻人启事。 这谁让你出来的？谁让你干这事儿啊？啊！我自己要出来。什么你自己呀？这不是你爸干的事儿才怪呢！你说你爸是个什么人啊？啊，这也太狠心了。孩子这样一个人出来，他也放心。你别说我爸了，我都说了是我自己要出来的，干嘛呀？行，走。
马总，你回家。哎呦，我不回去，我还没办完事儿呢。还有什么事儿没办完呀？找这人算是事儿啊？小丽，小丽，干嘛呀？着急忙慌把我叫回来？小丽怎么了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给我打的电话，我哪知道怎么了？小丽怎么了？到底？爸，爸，我没事儿。你要把谁吓死是怎么着？我那上着班照顾着病人呢，我。谁管你上不上班啊？我只管孩子。心里怎么想的呢？为啥让孩子上街上贴那破玩意儿啊？那这街上多乱多危险，没想过呀？出一次车祸就够了，还想把孩子害成什么样啊？我也没什么。我在大街上把闺女领回来的，还不承认？你心里到底有没有闺女啊？啊？就这孩子，就这身体，坐了个轮椅过马路得有多困难，你知道吗？你心里想过吗？闺女，没事吧？啊？没事儿，爸。再说了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。行了，啊，闺女反正也是没事儿啊。谢谢您了，把我女儿送回来。现在我女儿没事儿，您就可以走了。我正好顺道送您，来，走走走走走。赶我走啊？话还没说完呢。你别说了，我都说了是我自己要去的，干嘛老说我爸呀？那行，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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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你在人家干了几天保姆啊？啊，感情那么深呀？人家不理你走了，看把你急的，满大街去贴寻人启事啊，自己忙不过来还让闺女去忙去。真行，哎，是不是你这热脸贴着冷屁股了，啊？不是，没必要把话说这么难听啊，完全没这个必要。什么脑袋屁股咱就别提，当着孩子呢，留点口德，有点素质啊。哎呦，不愧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啊，保姆也讲素质，讲修养。可以了，可以闭嘴了啊！我这么跟你说。在人家家的时候，艾梅比你这亲娘对小丽好一百倍。就你那话，热脸贴了冷屁股了，怎么着吧？我们愿意，怎么着？哎，得了得了得了，别吵了别吵了啊！吵什么呀？这是我的家，别不把自己当外人啊。行，这事儿我不跟你说了。有那么多可住的地方，为什么要住到这儿来呀？哟，这事儿你还管呢？这事儿跟您没关系啊，别没事找事儿。哎，我说小丽他妈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！什么叫有那么多可住的地方啊？啊，有那么多可住的地方，干嘛他们爷俩还住我这儿啊？你心里不清楚啊？再说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这事儿跟您没关系，请您不要插嘴。我插嘴怎么了？这是我们家，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你都跟人老盛离婚了，你还管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是你当初抛下人孩子不管的，你现在你又来认真了。哎，你孩子都说了是人家自己自愿去的，你还没完没了的非赖人老盛啊？欺负人是怎么着？我再跟您说一遍，这事儿跟您没关系，请您不要插嘴。我告诉你，这嘴我插定了。怎么了？这是我们家，我的地盘，是不是？你在这吵我，吵得我闹心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真是的，你算什么呀？没有你，人家爷俩过得挺好的。你问问人家街坊四邻去，就是人家爷俩有什么不好过不去了，都有我们这帮朋友帮忙呢。你算什么呀？啊，天下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，天下就没有你这样的妈，别人没人待见你，挺吧你。怎么着？你还在那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上班去？人家要扣你工资怎么办呀？谁给你钱花呀？谁管你呀？谁心疼你呀？回去。
你给我站住！哎呦，还以为谁呢？艾总，不对，妈，喝一口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什么？我想怎么样？我不是没找人，可是我谁也没找到。他们听到我来，全都他妈的早跑啊！我以前借他们的钱，我全不要了，我全当喂狗了。一群忘恩负义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去找工作了。你找了什么工作？可是没人要我，啊不，有个地方要我，做门童，就是那种站在宾馆门口给别人开门，看到人来就欢迎光临，你好，要点就八个字，面带微笑，点头哈腰，你能想到吧，妈？您的儿子，我冷。雷雷会站在宾馆门口穿着那种衣服给别人点头哈腰，门童哎，到人家家门口去现眼。不像我儿媳妇儿，倒像我的亲闺女。只要咱们三口人都平平安安的，什么事情我都经得住。破就破吧。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多大点事儿？最担心的就是蕾蕾，这孩子没受过苦。爸，我现在很难，也很无力，可是。我会像你的这块表一样，坚持不懈地走下去。找我？没事儿。我知道你有事，说吧。妈妈希望你可以重新振作起来，不要再这样颓废下去了。咱们可以汲取教训，一切从头来过。你和我，咱们一起努力，把这个家再撑起来。你告慰你的爷爷和你爸爸，好吗？
我现在都没脸上街了。朋友全都离开我了。您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轮到我这个儿子尽孝道了。我这还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跟爷爷一块死了算了。看到了雷雷，听说你们住在这儿，我跟我爸就连夜赶过来了，怕明天来你们又走了。干妈，我可想你了。艾梅啊，怎么就不能去找我们呢？当初怎么说的呀？哎呀，爸。艾梅啊，找人找不着，打电话也打不到。你心里太没我们了。老团长走的时候说好的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嗯，是啊，干妈，你知道我们有多着急吗？你看，以前我们困难的时候你都帮我们了，那现在你困难了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帮帮你呢？谢谢你们，我错了。对不起。行了，现在找着你了，就不能再让你跑了。跟我们在一块儿吧。干嘛呀？这是啊，你这又搬哪儿去呀？你齐大姐，这儿啊离上班那儿还是有点远，我找离单位近点地儿，我搬那边住去。那小丽呢？小丽怎么办呀？你搬走了，谁照顾她呀？多不方便呀！不是你是不是因为最近我没好好照顾她，你生气了？没有的话，齐大姐，您想哪儿去了您？别生气，真的，最近我都是因为丫头这点事儿闹的。等这事儿过去了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咱闺女，行吗？不是大姐，在您家这么多天呀、啊，也实在是忒添麻烦。添什么麻烦了？添什么麻烦了？我不嫌麻烦。还不麻烦呢？我每天回来晚了，不都是您帮着照顾小丽，还不麻烦？那我乐意，怎么了？您乐意了，我心里过意不去啊。你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呀？大姐啊，其实您的心意啊，我都明白。那你还笨？你说这么些年吧，我一人带着个孩子，也确实是不容易。不是没想过啊，找个贴心贴肺的人帮着帮着我。您的话了，不图啥，就是个伴儿呗，是吧？说说话，诉诉苦，可是不行。哪不行啊？大姐，您这条件他不是比我好吗？您不信啊？咱俩真走在一块儿，街坊四邻肯定说我看上您家房了。那怎么了？那又怎么了？我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呀？您当然不在乎了，我有什么呀？我现在穷的就剩一闺女跟点骨气了，我还不在乎呢。我愿意。你别看我这人呐，要门没门，可我还是觉着这俩人在一块儿吧，他还是得有点感情。这么些年了，大姐啊，我一直在心里头拿您当一好姐姐，没往别的地儿想。感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，那不一
样啊，大姐。您只能是我一大姐。你干嘛老让？你干嘛老拿我当大姐呀？大姐，我跟您说句实话，就雷雷他爷爷，是原来我在部队上一老领导，我欠他一大人情。老头临走那会儿呢，就算把这娘俩呀托付给我了。这娘俩现在是钱也没了，房也没了，光杆司令什么都没了。合着我现在不光得照顾小丽，我还得照顾他们俩。什么？哎，负担比以前还沉，而且是绝对不能撒手不管那种。您说我都到这份上了，我还有余地想别的吗？那这意思，以后你还得养活他们俩呀？那倒不一定，可这娘俩呢，是以前啊站得忒高，现在又摔得忒狠，他一时半会儿缓不过这劲儿来，我得帮他们把这劲儿给缓过来，要不然我对不住老头啊。你这人也忒实诚了。那我知道了，其实你不是对我没感情，是一时脱不开身，是不是？不光是。别说了，你不用说了，真的。我太了解你这种人了，真的。咱们这么多年了，真的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我不改变你了，真的，随你，好吧。但是有一条啊，你得答应我，等他们俩缓过这个劲儿来，咱们俩的事儿不能再拖了，等你。别说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小丽，那屋子怎么样？我们稍微收拾一下就可以搬进来住了。妈，你干嘛呢？我带小丽看房。看什么房啊？啊，老盛和小丽他们要搬过来住。妈，你上来一下，我有话说。你干嘛呀你？怎么了？那姓盛的到底还是找来了？是啊。他要干嘛？他过他的，我们过我们的，干嘛老缠着我们呀？你小声一点。丽雅，你干嘛呢？你别管了，你进你屋去。艾梅，我把东西搬来了。啊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没多少东西，拿着过来了呗。那东西呢？在门口呢，我没有那大门的钥匙啊。哎，真他妈讨厌，大鼻涕似的，甩都甩不掉。雷雷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我们住哪儿，你住哪儿，诚心恶心我们对吧？雷雷，雷雷啊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。你愿意不愿意的吧，反正我也得住这儿。我答应过你爷爷照顾你们娘俩，他要不住在一块儿，那怎么照顾啊？你说对不对？以后呢，就是这么接缝住着。你不愿意搭理我，可以接着不理我，你就当没我这人就完了，好吗？你说的不是废话吗？你每天在我眼皮子底下窜来窜去，我能当你不存在吗？你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啊？干嘛非跟着我们？你当保姆有瘾啊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我们已经请不起你了，你用不着每天跟我卑躬屈膝的。谁卑躬屈膝的了？我跟我爸是冲着干妈的份上来的，又不是冲着你。你太不像话了，去刷你的牙去，这事就这么说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才发现跟你盛叔还有小丽在一起，我心里很踏实。盛叔叔，行，我搬东西去了。我帮你。这爷爷不在了，他心情不好，你别跟他计较。哎，不会，哪能跟个孩子计较啊？
别说他了，就是我也六神无主的，我都不知道以后自己该怎么办。艾梅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什么都别干，啊！现在有我在这儿，跟老团长在的时候完全一样，什么心都甭担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总之，非常感激。不许说这话。打今儿起，你就是我一大妹妹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不再说这话，啊！这事怎么跟你说呀，艾梅？其实这事儿对我有好处，对你有好处，有好处。这以前这日子呀，说实在的也没什么盼儿，守着个孩子过日子呗，哎，也不大敢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头。这老团长一走呢，哎，你别说，我这还真是觉着有点责任了。我真是这样啊，你别激我，你激我我就来劲，哎。觉着呢，还真是有点目标。艾梅，现在没别的，我肯定让你们几个人冻不着、饿不着、衣食无忧，这你放心。当然了，像您这是做过大事的人，少不得可能哪天还得展翅高飞，那是你的事儿，我不管。我在这儿一天就帮你顶一天，这是我现在的一信念。我过得还真是有点奔头。干妈，要不你放那儿吧，一会儿我自己来。你来行吗？要不等我爸过来弄吧。嗨，你是没看过我做过家务活，以为我不行是吧？以前蕾蕾她爸爸工作的时候啊，家里什么都是我在干，煮饭啊、洗衣服、照顾孩子，我做的不比你爸差，只比你爸好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就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。反正呢，我们现在住一块儿了，以后你有的是机会验证。爸，你就用这个啊？嗯。嗯，你自己来行吗？行啊，这个比以前那个好多了，以前那个站不稳。就要两个人，这个可以，我一个人就搞定了。要不我们住一个屋吧，我那个屋大，可以再安张床，啊，这样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随时可以帮你。那怎么行啊？真的？那不行不行不行，哪能让你照顾小丽？你都可以照顾我跟蕾蕾了，为什么我不能照顾小丽？这照你的话说就是什么等价交换。哎，艾梅，你瞧我那是瞎说的，你看你。哎，你别跟我客气了，我觉得我也应该的，反正这段时间我一时也没事儿做，我呢我就想趁这功夫让自己冷静，好好想一想。你白天要上班，晚上回来还要买菜煮饭的，我捎带手就照管小丽了，没事儿，我也管过她呀，放心。干妈，是我不愿意。为什么呀？你就给我保留点自尊吧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不坚持了。小丽，可是我要你记住哦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你爸能帮你做的，干妈也能帮你。嗯，谢谢干妈。还吃不吃饭了？蕾蕾饿了，我做饭。来了来了。今天要认真的跟你谈一谈，你可以好好说句话吗？他在我就不能。你为什么那么排斥他？他是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怎么这么任性啊？我不愿意和他们混在一块，我连这个自由都没有吗？我不
去你这么说话、啊、怎么说话是我自己的事，现在不是。妈，我看在爷爷的份上，我不跟你争辩，你怎么对他们我管不着，我怎么对他们也请你随我的便。我不能随你的便，你太没有规矩了。还讲上规矩了，跟一个保姆讲什么规矩啊，太可笑了。我们家是穷了，可还没穷到这个地步吧，没有他们我们就活不了了。我已经忍无可忍了，再忍下去我就要疯了。你愿意住这儿你就住这儿，我要搬出去。你说什么？蕾蕾，你这个孩子，蕾蕾，蕾蕾，蕾蕾，你干什么？你哪儿去啊？你管得着吗？不是，该吃饭了。你吃你的吧，你爱吃什么你吃什么吧，哪怕你撑死噎死，你跟我说得着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菜都洗好了，池子里还给你泡了条鱼呢，你不爱吃鱼吗？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啊？谁稀罕吃你的东西？我跟你说了好几次，你不用这么扒着我，你已经不是我们家的保姆了。我求求你了，别搭理我行吗？我看到你就烦，我不愿意和你说话，你听明白了没有啊？爸，你以后别理他了，不用理他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一口一个保姆，一口一个保姆。是我爸是当过你家保姆，可他也是凭自己的能力吃饭啊，不像有些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，整个一个废物。小丽，没你事。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他蕾蕾，你听到了吗？小丽说的就是妈妈想跟你说的。看你是个残疾人，跟你计较。我残疾人怎么了？没错，我是残疾人，可是我尽量不让我爸为难，我尽量能帮上我爸的忙。可你呢？你都做些什么了？你是个正常人，你只知道喝酒睡觉，你整个一个有手有脚的废物。蕾蕾，蕾蕾，来，再说一遍试试。说你人怎么了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你怎么再说一遍试试啊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你丫的，我怎么了？我直接不打你，我就怎么不姓冷？你打！快来，给我打！说哪儿疼？腿，我腿疼。腿疼？就是腿疼。是腿吗？是，是，是腿疼。快叫救护车！有感觉吗？有感觉吗？这就奇了怪了，既然什么感觉都没有，那怎么会感觉到疼呢？对吧，当时啊，我是往这么后边这么倒，这胳膊肘砸孩子腿上了。我说我这体重这么大，会不会把骨头给砸坏了？这骨头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丽，你当时怎么个疼法？跟大夫说。就是你胳膊肘压到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不知道哪儿猛疼了一下，就像针扎了一样，然后就是跳着猛疼，我就连手指尖都感觉到了。娘，你到底哪疼？腿疼。你去认错去，去跟老三还有小丽道歉。又不是我先动手。嘴硬啊！我本来不想跟他们一般见识的，是他欺人太甚了。你去不去啊你？不是没出什么大事儿，要不是我，你们能知道他的腿有知觉吗？我好心没好报。爸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不许再管蕾蕾了。相信我知道，说了多少遍了都。我说了多少遍你也不听啊！
我都快烦死他了，讨人厌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知道了啊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，谁呀？哎呦哎呦，田大夫，啊，您说您说，是我说，您说您说啊。那是好兆头啊。您再说一遍是怎么着？啊，就去一趟，然后查一查，兴许能走是吗？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您再说一遍，天太，我听着呢，听，啊，哦，是，去上大医院，去，我们马上就去，啊，那个，不是。没事，我可能有点那什么，那个田大夫，那个我顺便问您一句啊，就是手术是手术，这个没问题，就是他是这个费用得是10万8万的呀。田大夫，你看我们这是工薪阶层，这个最少也得8万是吧？好，这您放心，一定会去北京的。这还用说吗？一定会去啊！您放心吧，马上筹钱，马上筹。哎，谢谢您啊，谢谢，哎。除了我跟爸爸，没有人能理解这个消息对我们意味着什么。我的眼睛跟爸爸一样，立刻被泪水模糊了。漫长的14年，爸爸背着我，扛着我，我们经过的苦难和波折真的难以用语言来形容。终于熬到头了，我有救了，我有站起来的可能了，我简直太开心了。我也因为你而幸福着。
在我心里疼。